今天给三个庄画图，这颗金蛋子一看就是高价买的。但是齐齐整整构图很难，事实证明有钱买好庄未必能做好。有钱这些都不是问题，请人就行，设计请会画的，造型请会做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朋友多了路好走，经济这条路走好了，朋友会很多的。这颗金蛋子只画出主体和前景就有模有样了。静止画面在片尾，点个赞再来看这棵榆树。这棵榆树的主人两年前请我画了一张，现在图找不到了，这次重新再来一次，我已经记不住之前画成什么样，即兴发挥吧。这个庄最大的问题就是中间这个 V 字形，构图左顾右盼，分不清方向，给中间加个小树看起来会更和谐。盆景很简单，只要构图合理，慢慢修剪都会好看，你看完视频就能学会。还有一棵榆树老庄造型奇特，基础不错，就是出枝不合理。三个出枝都是垂直向上，比较雷同，去掉一个截断中间的出枝，改变方向做成反飘，构图还行。因为给的钱多，画的也更细一些。三张画完，你更喜欢哪一张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，点个赞。我是李向路，我们明天再见。